这是空教跟别教都具足有这个二谛的思想。好，所以说通含别上面写三，再过来通含圆，通教跟圆教啊，通教的二谛含有圆教思想的二谛，上面写个四。熟谛是幻有，这里熟谛都是一样子讲幻有的了。那么真谛幻有即空，就是不空，空不空，哎，就是空不空，哎，就是通含圆二谛，然后再来别入通三谛，这是三谛了，这不是二谛了。圆入通三谛，这是三谛，不是二谛。再来最后一行显中道的二谛，上面写个五，上面写个五，写个显中道的二谛呢？熟谛幻有，幻有即空，幻有即空，真谛不有，真谛不有不空，真谛不有不空，所以显中二谛啊，就熟谛幻有，幻有即空，真谛不有，那么也不空，所以上面写个五。再来九十八页天台宗纲要的圆教入于别教的二谛，上面写个六，这是二谛啊，啊，圆入别二谛，上面写个六，第六，熟谛幻有，幻有即空，真谛不有不空，一切法趋不空，即一切法趋不有不空，那就是圆教的思想。圆教入于别教的二谛，然后别教的三谛，再来圆教入别教的三谛，再来一个圆教的不思议二谛，不思议二谛，不思议二谛，在不思议二谛上面写七，在不思议二谛上面写七，哪个不思议二谛呢？熟谛幻有，幻有即空，真谛一切法趋有，虚空。虚不有不空，所以说不思议二谛。好，再把笔拿起来翻开九十七页，九十七页的第五行，九十七页的第五行，藏教画一个框框，藏教里面的二谛，实有二谛，熟谛实有，真谛实有，再来通教，再过来通教也画一个框框，通教就有幻游空二谛，通含别二谛，通含圆二谛，别入通三谛，圆入通三谛。再来九十七页最倒数第二行，别教啊，别教也有个画一个框框，这里是讲到别教，别教有个显中二谛，圆入别二谛，别三谛，圆入别圆教入别教三谛，那么就是讲这一些啊。第四个最后一个。就圆教也画一个框框，为什么画框框呢？就这里是讲圆教只讲不思议二谛，圆妙三谛，那么就是在谈到，那么讲到二谛的啊，我们已经标了一二三四五六七，知道吧？啊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啊，所以这个自己看，你也不晓得资料在哪里。那来啊，翻过来啊，七十六页，所以则论七种二谛。施居于其手，言实有者，说实实在在有的熟是实有而非空，世间实熟的实实在在有的，而真是全空而无熟，所以真就是讲，哎，这个都是把它啊出掉灭掉，才有一个真谛，它不能圆融。所以说一前实有二谛，就是很强烈的不圆融法。是这真俗抗分呢、啊，是离角力啊，对立的意思啊，故因实有二谛啊，亦曰名无名二谛，名无名二谛，是这个世俗谛是有名，真谛是无名，这名无名二谛，那么当然就是生灭啊，因为是真俗抗分嘛，是离角力嘛啊，所以说一个生灭的二谛啊，实实在在有二谛啊，真跟俗。是以说三藏教，此教但名人空，不名法空啊。所以说五音十二入十八界都是实法，以此实法合合假名为入，入虽定无法则实有，哎，就是说依照这个实在的法来合合啊，假设说有个入，那么入当然是没有，但法是实实在在有的，所以名为熟谛。
直待修人空观断尽见识二惑，才灭掉三界的五阴六入十八界，五阴十二入十八界等等，说法复归真空，名为谛。哎，就是说，哎，这个不能相容，真属很强烈的对立。来，中间七十七页中间，三藏教又叫人家怎么修行呢？啊，三藏教有开示戒内三界内的顿根众生，查的了，我们所有众生都是这一类的，所有众生都是这一类的。来，另修虚空观，这虚空观要注意听，经过分析以后才发现它的空，才放得下，叫做虚空。简单讲，透过意识状态慢慢的推敲，慢慢的推敲，无法是上根立志一下子哎，就透彻的啊，彻底的空。所以这个叫另修虚空观。观仪观，观哪里呢？地水火风空四六界。这个六界是指上面的六种情，六种，这六界不是不是六道轮回。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风界、空界、四界，地水火风空四，这是六大。楞严经讲还有一个根空根四啊，这是六大。六大平常都是用在密宗，密宗都是讲六大，知道吧？啊，密宗都是用六大。所以这个六界，那就是我们上面所讲地水火风空四了。无我所，没有一个真的我，也没有一个所，没有能所，出分断生死正偏真涅槃。为什么讲偏真涅槃？因为偏于空性，他没有大悲心，没有菩提心。哎，正化啊，二圣就是三藏教修这个虚空观，是专门针对声闻跟缘觉开示的。旁化菩萨如果有发心大一点的，那么也可以教他们修这一啊，这旁化菩萨附带的来度化菩萨。你就像我们啊研读班、哦、我们正化啊这个知识分子，旁化哎年纪大的阿公阿伯，哎没办法，这个深啊比较深一点，哎。寒士之徒迷伦生死啊，哎，就是说这个含有分别心的这些众生呢、啊更加的呢啊，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，迷本有而不知啊，本有的清净心迷呢而不知，经过沉淀劫而末返无法啊回来，不有圣言孰能止息？没有圣人啊来告诉我们。谁能够停止这种分别错误的追求呢？是以其笔猛按呢、啊，只是令悟，名叫做开示。往来三游久处一中啊，后叶既生，树根又薄，以致不堪大化精灵小师啊，无法啊领化那种佛所讲的这个大教啊，精灵小师一点点的教化，所以说界内顿根众生啊。然而神跟鲁钝呢、啊、哎粗鲁又钝呢、啊、智慧微劣啊很差哎没有光芒嘛，诸法虽然说本空啊，欲则莫之能解。虽然本空，但是大家为什么活得那么痛苦？其实这一句话如果你开悟，那就什么都解决了，但是就是放不下。禅宗里面讲的，你拖一解脱一直不肯。因为对拖的盖的硬是不肯，创造了一些理由啊，来搪塞自己的本性的开展。是以若依报正报色若心，都是以苦空无常无我分啊悉之，然后方知其空，才知道它的空性。所以说另修虚空观，我们人的身心假借着六大地水火风空身。是就是我们的心各有性分，这个性不是本性的性，意思就是水有水性，地有地性，火有火性，风有风性，这个意思
各有姓分啊，各有种族啊，种族就是类别了，知道吗？啊，水姓，哎，也是海水啦，河川啦，雨水啦，啊，这都是水，种族就是类别，哎，地呀、啊。啊，地也有植物的硬性的啦，啊，人类的硬的啦，或者是这个肉体上，比如说啊，指甲啦、毛发啦、骨头啦、山河大地啦、矿物啦、植物，这个都是类，哎，地类啊，那是种族，就这个意思。顾名之也，界以无常苦空，细心推之察之，那么一向称为我啊，或者是啊我所，而今求之。求之就是好好的把它推敲，所以我们经过今而求之就是推敲，竟同龟毛兔脚，救之时机何可得哉？怎么能够得呢？你把它分析起来就没有。即为识路年，分段者，啊，分就是分线，段就是行段。说六道众生随他的业力所感的果报，生则有长有短。命则有寿有夭，所以藏教行人修西空观，观你地等无我我所，乃能出分段生死啊，证得偏真涅盘，此教啊正义意在二圣啊，断惑正真，故曰正化二圣啊，假说菩萨三起福祸不断，所以说旁化菩萨了。啊，为什么是假说菩萨呢？三起福祸不断呢？因为还没有到那种根，没有发大菩提心。发大心的人修一天的功德，比你修一百劫的功德大。大彻大悟的人修一天的法，因为与佛相应的嘛，等于你修无量劫来的法。为什么你不见性，怎么修你都一样？所以不管大彻大悟，不管不彻悟，只有一条路，就是念佛，好好念佛。好，不，你管他悟不悟，就是一直拼命拼死命的念佛，发出这个大的愿力。讲到这个地方，讲一个很好的，让你们很有信心的。后面呢，叫我一定要讲，那我也一定要讲。前两三天呢、啊，这个台中慈善寺的呢，这个一个比丘尼，老比丘尼来说，他的儿子啊是留学西德的。结果啊，好像患了癌症啊，然后回到台湾来，是吧？说这个，他跟我讲了，他说：“哎，这个师傅给你个资料。”我说：“好，那我就讲。”哎，回来以后啊，这个得癌症了、啊，那自己自知识字了，哎，也知道不久于人世了，那就恐惧，很恐惧，很恐惧，很恐惧，啊，就不晓得怎么办呢，很恐惧。而后来呢？哎，人家偶然之间呢，拿这个录音带给他听，啊，这死亡的艺术，叫他怎么死的。他听了以后吃素喽，一心念佛，经过三个月，知道他不久了嘛，他就告诉人家，我不会恐惧了，我对死亡已经有认识了，一直念佛，很坚定的一直念佛。据说要往生以前就讲得很清楚，说佛要来接他了。然后他们就是助念以后，这个一直这个念到这个嘴巴，哎，知道他念佛很清楚，临命中一点颠倒都没有，他只吃素吃三个月，后来哎火化以后，那往生了嘛，就他说平常是病得很严重的时候，这个手啊气色都很不好看呢、啊，说这个手指头啊都红嫩的，皮肤都很漂亮，哎，火化以后一个舍利子。那个那么大，那个什么舍利花，像烧着像玉一样的，三个月，舍利曼什，三个月，师父已经讲过好几次了。这个就是对要想要修密的、想要修禅的，给你一个强心剂啊！三个月，还好这个人留西德呢。这个人要是平常杀猪杀鸭的，那可能就没有那种啊、哦、知识，没有那种领智慧来领受师父的法，讲的是真的了。这个还是蛮有善根的了。
结果一往生以后，那种貌相的庄严活化出来的舍利子，我一直震撼三个月。书已经跟你讲过十几次了，好多次都跟你讲，这个往生呢，不管你过去造什么业，你现在不要有罪恶感，放下，不要再造，你好好的稳住，你好好的稳住，同时要做一件事，就是把佛法扩大出去，佛法扩大出去。你想想看，三个月而已，要世间人那、啊、你说的是得到癌症又是留西德的，这何等的不得了，他怎么可能在这三个月里面，还好他愿意听我的录音带，所以他的妈妈是出家人了啊，来这里也是再三的顶礼，是感恩师父上人。所以说他们一直讲，师父你这个录音带功德无量，再三的赞叹，他说我没有功德，没有功德，没有功德。因此啊，我们每天都在亲近三宝，他的下一个结晶，他的今天往生最大原因是什么？吃素才三个月吗？学佛听经闻法才听一套，死亡的艺术咯，学问那是很好了，刘希德的博士咯，没话讲咯。他唯一往生就是什么？两个字，决定，我就是要往生。你看阿弥陀怎么办？你别按照，我就是要去，你别按照。所以那个人，以我心有戚戚焉，来吧，他的接引。所以你不要一直，哎呀，我恶业造得很重啊，我没有办法，那像他这样三个月怎么办呢？对不对？那他现在是才修三个月而已啊，那你怎么办呢？啊，所以说不必啊。那还有像那个成大研究所的，考上成大研究所的，他已经要来这里出家了，对吧？已经很强烈的出家意愿了。那如果这样子稳得住啊，上品的，我告诉你不得了了啊！今天又来一个技术仙，最近奇怪，最近来这里出家的，这个教育程度都很高，非常高，哎。所以说，现在年轻人的知识分子很多嘛，哈。修行只有修行这一条路，你要记住，不要自卑，不管你过去造什么业，你就是下定决心求佛哀临摄受啊，每天记住要念佛。你的讲道叫师父讲道时，我还是告诉你这一句话，你就是要拼死命的念佛，没有办其他的办法，但是要念到一心不乱，一定要放下，什么事情都看开，吃亏没有关系，往生怎么会吃亏呢？你想想看，往生的多好，现在吃一点亏没有面子关，我只要能往生了一千万也没关系，一亿通通给你没有关系啊。如果有一个人告诉我，哎，说，哎，慧律老师，我这个，你一定可以往生极乐世界，如果有人给我保证，你一定可以往生，哎，慧律老师，你布施一点钱给我，好，我马上100万给你。或者阿弥陀要来接引我的话，哎，是吧？你们要什么，通通给你。你要什么？我只要能往生极乐世界。啊，银行哦，哎，金融合理嘛，不要紧的，讲堂融合理不要紧，反正通通给你了，你要什么通通给你了，只要我能往生呐、啊，对不对？那你也是要这样子啊，你放得下，放得下。如果说阿弥陀佛明天要来接引，那、啊、或者今天晚上，或者，哎，用檀香洗澡，阿弥陀佛被他给他接了，啊，你们有什么交代没有？啊，不准哭泣，啊，我要走了，对不对？我讲的经典就这样子啊，因为我讲到实在是这样，你念阿弥陀佛不会改变的嘛，反正讲多少算多少啊，对啊。明天起来你发现师父还活着啊，很糟糕啊，惊骇啊！我的责任还没有了是吧？还要继续讲这个，如同一支强心剂，知道吗？哈，我已经告诉过诸往生，他是论讲决定的。不是讲你很长，你修他修三个月比人家修三十年还厉害，修三十年你迷迷糊糊啊，对不对？他一下子就决定要往生极乐世界，他已经病倒了嘛。那你平常就培养，一定要往生，过去所造的恶业，我们求忏悔，对不对？放下，没有什么啦啊。底下三藏教义德曰：当教智论六级。义德啊，义德曰当教，
去当教，就是三藏教嘛，就当教六级，六级佛。智者大师啊，论六级，正义在言，他的最重要的意思是要叫你了解原教的道理。前三教，前三教就是藏通别，叫做三教啊。六义虽具，就是六级佛虽然都有具足，极义有缺，但是他的道理还是有缺陷，所以这必须要反原教，那于本教中治论六级。本教就是藏教六级，不烂后教，烂就是混淆，不会混淆后面呢啊的别藏教的六级，才不会混淆到啊别教、通教、原教的这个六级佛。故言义得当教治论六级也。什么叫做理级佛？藏教的理级佛就是偏真悟到空性的人啊，我们本身哎，理级者就偏真也，偏移空性。三藏教他所修都是讲见识恶惑啊空，所以他是偏真的修行。诸行无常是生灭法，生灭灭移，即灭为乐，因灭会真呢，因为只有灭才会到这个真谛，那么灭本身没有所谓的真谛啊。因灭就是除掉烦恼，断除这个烦恼，灭掉生灭，那么自然会归到真谛。而灭本身不能说它就是真谛，因为它只是合一空性，没有真正的灭。所以灭善非真，灭那根本就不是真实的，何况有那一些苦集道呢？是地是苦集灭道吗？灭都不是真的，因为没无烦恼可灭吗？都不是真，那何况有苦集道呢？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说，真谛就是空性的真谛，在因果事相之外。意思就是说，真谛跟书地讲的啊，很清楚，对立的很清楚。因果啊，因果就是有增有减，就是因果，当然就是事相啊，当然就是事相呢 啊。所以说，真谛在因果事相之外，故一眼教一按照大圣来讲，大圣是圆满真属二谛嘛，所以故一眼教就摩诃眼嘛啊，故一眼教就是大圣法嘛。啊，判曰偏真，叫判他是偏真的法。啊，隔面隔一行啊，示意文中至为三，这一行不必看，看示意。诸行无常这四句，如果论这四句句，也能横竖该设一代十教。除横竖者啊，底下画一个框框，藏教画一个框框。为什么这样看才清清楚楚吗？藏教是以三界的一正色心因果名为诸行，以都是无常生灭之法，必须要灭这个因果才证真谛即灭之乐。再来通教画一个框框，画一个框框，也是以三界的一正色心因果名为诸行，都是无常生灭之法，体悟这个生灭，那当下就是灭，所以辨证真谛的极灭之乐。然此二教虽证极灭，实在无能受乐者，因为没有身体，没有世间的聪明，是吧？以身智，这个智是就世间的知见，不是智慧的智。以无复身智故，因为世间人都有智吗？这个智并不是指智慧，也是我们的思想。再来别教，别教画一个框框，别教则以分段生死、变异生死两种因果通明诸行，都不是真常，都是生灭门所设，灭此两边啊，两边那显示中道极灭之道理，而有四字菩提的妙心啊。四字菩提就是成所作智，是吧？妙观察智、平等性智、大圆净智，就是转前五世，转第六意识，转第七、第八，这是四字嘛？那菩提，四字就是菩提嘛？菩提就是四字嘛？所以四字菩提心妙心
有大圆镜智相应心品所现的无漏生土的妙色。我们现在是烦恼的生根土啊，娑婆世界是烦恼的众生造恶的众生的生土啊。可是啊，人家无漏啊，无漏智所感应的呢，那三生四土啊就很微妙了，所以恒受这个真的。简单讲，心地越好，你所感应来的福报快乐就越大；心地越善良，你所感得的福报微妙不可思议的福就更大了。最后圆教画一个框框，圆教则以十法界的因果通明诸行，十界就是十法界，通明无常，通明生灭，而了达因果就是实相。因为因果自体本空，非因非果，超因超果，所以无常就是常。为什么无常是生灭法？生灭法当体即空，那就是一个永恒的空性吗？知道吗？永恒的空性就是我们的常，所以生灭就是无生灭，因为当体即空，所以生灭灭亦即灭为乐。此不断痴爱其无明，不断就是不必除掉痴爱，当下就用智慧去解脱，就是不断痴爱起义明脱啊，这个明就是智慧啊，不断就是不必除掉啊，这个痴爱就是烦恼啊，就起义明脱，起义就是说悟道啊，开始一种力量，起义智慧的解脱。这句话简单讲就是烦恼就是菩提，如融冰为水，所以三千果尘呢、啊？三千果尘，那么一念三千，这个《法华经》讲的了啊，《天台宗》讲一念三千，已经在十四讲表啊，已经讲过了。那贤称常乐，是数色者啊，那么诸行无常，那么色得六凡法界，一有为有漏故，有为法就是生灭法，有漏就是有烦恼。是生命法界设的藏通二圣法界，以出世的圣人能知生灭故，生灭灭矣啊！这句设的别教菩萨法界，以灭掉两边，以灭掉两边归中道，就即灭为乐。设的圆教佛法界。佛法戒法，所以诸法从本以来常自其灭相故，一切法不可得，一切法不可知，一切法自性本空，一切法当体就是寂静啊！所以天下本无事啊，庸人自扰之，自己困扰着自己，你的心怎么想你怎么困扰，所以说害人则人恒害之，你想要害人你就为你自己所害，还没有害到别人你就害到自己了。今但用此四句正偏真涅槃，这诸行无常是生灭法两句，就是苦集二谛，生灭灭一句就三邪为能灭，就是道谛。这个你们要好好的慢慢的看一下的意思是什么啊？所以无常生灭诸行，诸行无常是生灭，那当然是苦跟集了，生灭灭矣，就三邪来讲是能灭，当然是道了；就因果来讲是所灭了，就是灭谛。所以四谛都是因果事项来讲的，来安立的。那么即灭为乐，这即是所显的理，以为啊，以为真谛，乃是非安立，就是不能够安立任何的来名相啊。意思就是说啊，所以说理居世外，这个道理是在事项外面所显示出来的啊。其实因果事项当体就是空。那么应该讲就不会讲偏真了。释明法师说灭体 之体啊，灭地之体，就灭的体是二涅槃啊。那么这就是声闻跟缘觉所修的，虽然不是真谛，但能明于理，明就是合，虽然不是真谛，但是能合于这个道理，所以说因灭会真啊，这个灭不是灭，就是因为这个灭，苦集灭道的灭，因为有这个灭而回归到这个真谛，因为小圣的小圣故，小圣才有一个灭，而大圣呢没有灭，而大圣呢体当一切
如如，是吧？所以因为灭会真，但是灭并不是真。所以云除掉可以显示月亮，但是月亮并不是云。所以说只观云法性自天而然，自天而然就是本来如此，即不能染我们的本性，即就是贪嗔痴啊，即就是我们所讲的贪嗔痴，这贪嗔痴并不能染，苦不能恼。为什么苦不能恼呢？你恼他不到，你本性本来就清净的，你是把属无明妄想自己困扰，道不能通，没有所谓的能通不通，因为它是绝对的本性的东西，你哪通到哪里去呢？灭不能净，你也不可以更令它啊更清净。如云笼月，就像这个云啊盖住这个月亮，不能妨碍它，还是不能妨碍月亮。所以去烦恼矣，去就是除，除掉烦恼乃见法性啊。今天说灭非真谛啊，因灭非真，灭善非真啊，三谛焉是呢？啊，三谛呢？啊，这个苦集道，那哪里是呢？复行云：当知苦集，但是能复，不能恼然。苦跟集只能障，能复就是只能遮盖的了。复就用一种东西盖着。啊，然后比如说人，我们看不到你，是因为你有用一层东西盖着，比如说布啊盖起来。哎、啊，我们的本性也是，苦跟集是不能覆盖本性的啊，是不能恼染的啊，烦恼或者污染，道灭能够显，但是、啊、本来就清净，法性如夜，苦集如云，苦集啊如云，道如果切除，所以说。法性就像月亮一样，那么苦集就像云，道就像除掉，灭就像除了，清清净净就是灭如切，切就是已经除得干净了。所以真谛在因果事相之外啊。教云：南四谛之中分四出四法，前二谛为世间因果，后二谛是出世间的因果。所以四千年苦集只是世间一法，道灭只是出世间一法，事出事法因果虽然不同，而因必起果。为什么呢？集啊是世间的因吗？是。那苦是世间的果吗？道是出世间的因呢？灭是出世间的果吗？所以说因必起果嘛。因果虽然不一样，而因必起果嘛。你怎么修？你修世间法当然世间法的因果，你修出世法就出世法的因果嘛。是因果不同的故事，四种不同。那这是四谛，那因果是四相也，而真谛在于四相外，所以按照大圣的事理相即，是就是理，理当理就是是，真殊不二的教判此事外之真，所以叫做偏真。那故云一眼教判也偏真。81页第一行，三藏教的名字即佛。名字即佛，说名字即者，邪名字也。简单讲，名字即就是初闻言教，那么了解我们本来是佛，就是名字即佛，也就是我们听闻的佛法，学习了佛教的名相，知道一切法从因缘生。哦，我们知道从一切法从因缘生，不从时，不是从时，这个时就是季节，不是从季节而来的，方十方空间反梵天一个主宰，极为就是四大的一个颗粒为止，我们现在极为就是以这个电子质中子所构成的，那么这个外道的来主张一切的天地万物都是由极为合合而成的啊，这跟小圣的思想有一点点相同，但是小圣来谈到空性的东西，四大就是地水火风等身，这个都是外道的，
是只有知一切法从因缘生，这是佛道。那不从十方梵天，即为四大等身，亦非无因缘自然而生，没有因缘那突然就会冒出来啊。所以知因缘所生法，皆系无常无我。知道我们天地万物都是无常法，都是因缘生因缘灭。我们只有听到这一句话，就会觉悟到很多事情不需要去困扰它，很多事情不需要去困扰它，因为一切都是因缘法，你强求强求不来。所以说该是你的福报，你的那逃不掉逃不掉，那不是你的求不得求不得啊。有一些这个出家众哦，他知道这个是比较有钱的护法哦，那喜欢呢常常谈跟他谈话呀联络啦，或者希望是说他能够帮助他啦怎么样。其实如果你了解因缘法的话，你出家的福报有多大你就有多大，也不是你的，你用尽一切心机你都求不来，你要是你的你不必求，他就会来护你的法，这个是很不可思议的。问题不在对方，是我们自己的。你的德性够吗？能力够吗？你是不是尽心尽力的在真正的为佛教做事情啊？这个不必用解释的，要用行动的。在家居士也是一样的，在家居士也是一样的啊，不是你的福报你很快就会消失的，要是你的东西那不必求也会是你的，你逃不掉的啊，你逃不掉的。所以说这个因缘法是很厉害的，很厉害的，有一个冥冥当中有一种业力它在牵引着你。那么因此啊，真正一个大修行人，他一天到晚只有一直修持自己内在，他不会去计较这个行住坐卧衣食住行。就像广清老和尚讲的啊，道后面一定要跟着粮，有道道粮就在后面的，你知道吗？你有道粮就跟着来，你没有道你求什么，是吧？所以有的人呢，去到广进老和尚那边说，哎呀你们这个地理很好啊，啊老和尚你们这个地理很好啊，哦这个地理可以使你们这个佛教很兴盛啊。哎，说不是，是人的兴，不是道场的兴，这个人的兴不是道场的兴啊，真的啊。今天师父在这里很多人不理学外行就细细我的看嘛，一定会影响的嘛，多多少少要配合天时地利人和嘛，对吧？我就细细我嘛是不甘嘛，你笑脸啊。所以这个了解这个因缘法啊，我们就会很自在啦，是不是啊？意思就是苦没有真正的苦，因缘法有什么了不起？你就会深深的了解苦没有真正的苦，因为苦会过去的，这因缘善因缘合嘛，乐没有真乐，所以意思就是说你了解因缘法，你就对这个苦跟乐就很平淡的去调整它，你就会得到真正的解脱的快乐。我们现在的乐，乐的后面就投影着苦，对不对？我们的苦，苦如果没有智慧就更苦。因此这个就不了解因缘，因缘宣法如果悟的，哇那这个日子好过了，也不会因为一点点小事情很痛苦。像我们以前考试这一定要
读书的第几名啊，要怎么样用功啊，此职啊，也差了那一两分的跟老师吵架啊，这一题他就对我就错。如果一到延期一会儿啊，都没有关系，什么都好啊，什么都好，圣人就是这样，什么都好。哎，圣人的面目，共同的面目就是宽恕，圣人的共同的面目就是宽恕。哎，小人的共同点就是是非。嗯，在示意明智慧中啊，你挑一行看啊，明智慧中清查正因缘境，具破外道凡夫的分别我执和法执，言法执者不出邪因缘以及无因缘，这个都是不正确的。十方梵天等名邪因缘啊，自然名无因缘。这个自然呢、啊，不是佛教讲的那个本来的面目，这个自然名无因缘。言我执者妄计是常，是一常就是永恒的，一就是没有对立的，以为是永远是这样子的，是一个神所主宰的，自在能为主也啊，自在能为主也，就是说我们认为一个常一个一是有一个自在，哪能够作为我们的主宰，但知道一切法都是因缘生的，所以这个就是破除像基督教天主教所讲的神是万能的啊，神是万能的啊，那么神是万能的主宰一切，所以这个跟基督教天主教讲的是完全不一样的。像佛教讲的神要感谢人，为什么？人创造了神，那如果人不生活在一个恐惧雷电地震天然的灾害里面，他也不会创造一个神出来啊，因为恐惧而生，人认为有一个主宰，人认为有一个主宰。可是佛教讲的是业力共业，这个众生的业行凶饥饿，这个业力的敏感度就像发出这个共同的电波力量就大，它破坏性就大啊，破坏性就大啊，人类造的业越来越重。我举个例子最简单，以前的水利并不很发达，以前的农业也不是很发达，他们也没有用农药喷洒这个杀虫剂，喷洒这个杀虫剂，而他们的收成从以前到现在啊，虽然有闹过这个谷荒，但是呢，他们到今天还是一样土地肥沃，因为没有用过化学。而我们人自己认为聪明，为了要避免这个病虫害，还是杀，哎。就是比如说农地啊，开始喷洒这个农药啊，啊用这个 DDT 啊，啊就是毒细菌啊，使这个虫全部都杀掉，收成非常好。经过了五年十年，我们台湾从民国40年左右一直到现在，差不多民国80年，30-40年当中，我们近10-20年强烈的用农药。前几天就宣布了，台湾省有2/3的农地酸化、酸性化。酸性化你懂吗？土质变掉，土质变了，酸化。那农委会不晓得怎么办？2/3的 2/3，2×3，2/3的农地。所以我们斗不过什么？我们斗不过业力，我们如果懂得业力的主政者，就劝众生一直行善，不要杀生，尽量不要用农药，就算一两年没有收成，对不对？但是它也会保持那个土壤。现在每年都是用农药，现在整个土地变成酸化。那么人毕竟斗不过这个恶业共业所感的，所以将来的人类死亡一定死在两种情况之下。第一个啊，一定死在天灾，因为我们完全
完全照这个恶业散播在虚空当中的这个业力啊，一直在转动整个地球，那不是你要控制就控制得住的。第二，一定死亡，在大量的死亡，在饥饿当中，饥饿战争的死亡是有限的，饥饿是最可怕的。气候整个变，土壤酸性变成酸化，所以如果我们了解这个业的问题，主政者他就会叫众生一直行善，每一个人的心地善良，一直发出一种电力，一直电波，那个是，然后这个就是很有福报，很有福报的地方。台湾今天还是因为还有佛教很多的法会水路，超度这些亡灵啊，这些杀的鸡啊猫狗啊这些众生啊，佛教兴盛啊。如果我跟你敢跟你打一个赌，如果佛教今天遭受到破坏，而且不能让佛教存在，就让那些外道的就讲他们这不正见的法，佛教整个灭掉，那台湾的灾难那不是今天你所能想象的，不是大地震就是水灾就是风灾，不然就是战乱。民心的善恶是决定一个国家的前途。我们一直发展的是科学了、物理的发现、洋枪啊、大炮，我们不发明心地的善，我们一直发明那个杀人的东西，就是这样。因此，你了解这个因缘法里面有个变数就是供应。因此，法师的责任是很重大的。因此底下说，亦有世教的差别，若知性具为因，迷悟为缘啊。若知性具为因，迷悟为缘，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本性都有具足，拿这个做因，但是因为我们的迷跟悟的程度也不相同，所以我们三千的性相，三千性相就是一念三千。那么这个啊，我们的五音呢、过度呢、还有十如是啊，这性相，这个在天台宗里面讲三千性相，全在一念当中，一念当中，三千性相啊，为所生法，就是属于圆教，回归到迷悟一念之间，这是属于圆教。底下这一段讲的是别教。啊，若为一切总是为因，辗转熏习为缘，一切总是意识形态，辗转熏习为缘，是我们如果改变了我们的意识，善变成完全纯善，外面所展现出来的缘就是善的，就是善的。所以说你如果造恶，你想要得到善的，这根本不可能，因为你的意识形态存在的都是善的。或者是如果你想为恶很恶劣的，比如说你表面呢是布施啊弘法，但是你内心面呢那个都是坏心眼的，都到处害人，你想要得到善的外缘那也不可能。简单讲的，善恶自有因果，不是在那边一直叫嚣哦，就一直叫嚣，哎，那个人多么坏，那个人怎么样子坏，那你就可以叫他下地狱的，那不可能，他没有这个业，你怎么叫他下地狱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我们由内改变，就自然转变这个世界。真的，当你悟道的时候，你就完全无没有境界，完全都是你这颗心在作用，完全这颗心你的心在作用。分段生时，变异生时，乃至四智菩提，四智就是菩提，菩提就是四智，为所生法，这是属于别教。底下是藏教跟通教一起讲，如果以六识相应，有漏的种子为因，六尘美恶中庸，中庸是愚痴的意思，并不是真正的中庸，这里的中庸是表示痴，非善非恶，属于愚痴的心态，为境界，境界为缘，三界的依正摄心因果为所生法，这是属于藏教和通教两种教。但是通教
则知若因若缘若所生的法都是幻梦，幻梦，哎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嘛。藏教则以为实耳啊，三藏教的人以为是实实在在有一个啊这个世间。所以圆觉，只要你达到圆教的思想，就可以偏破外道凡夫的我执跟法执，以及藏教、通教、别教等等的法执。别教也能够破于外道凡夫的我法二执，以及藏通二教法执。通教也可以破于外道凡夫我法二执，以及三藏教的法执。现在的藏教，这只是破外道的凡夫我执、我法二执而已。既然从我们内在的第六意识产生外面的六尘因缘而生，那么这三界的依报正报决定不从实生，不从方生，那意思就是由内在的因业因，简单讲完全是心的问题。圣人的心叫做本性，叫做本性，凡夫的心叫做意识，完全不同。虽然讲心，因为心是一个不定的名词，你讲一个心，那是一个很笼统的名词，是什么心？圣人大慈大悲心、忍辱心、精进心、持戒心、念佛心、菩提心，对不对？执心、身心、菩提心、十善业心。那我们凡夫的贪心、嗔恨心、愚痴心、计较心、嫉妒心，是不是啊？不满心啊，抱怨心、恨啊、骄狂妄心。就是这些心，所以单单讲一个心，心的上面要加什么呢？你要不晓得啊。所以说三界的依报正报决定不是从实，不从方，不从大梵天生，不从极为性。极为就是颗粒微尘、啊、微小的这个颗粒微尘，就是我们所讲的电子质、中子这一类的，也不从地生啊，也不从水，不从火，不从空生，亦不从神我。从外道主张有一个神我，神我就是一切的主宰，有一个冥冥当中我们有一个神我在主宰着我们，也不从本寂身。这个本寂身把笔拿起来，如同中国的盘古开天的思想，本寂身就像中国的这个盘古开天，一个天啊，一个地啊，怎么样子，像这一类的思想一样，叫做本寂身。那么但由于内因外缘合合，所以虚妄有，虚妄而有，那么所以也不是自然生。为什么讲不是自然生？意思就是当你下决定意识心改变的时候，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。意思这个所谓自然生，就是说你没有办法改变它，它一定这样子流动性的，就是一定这样像电脑一样的。这个自然生就是说好像一定的这个这东西你不必去照说它啊，春天啊自然就会开发啦，冬天自然就会落叶了，这个就是所谓自然生的这种思想，就你也不必去用功，你白费心机，所有的努力都是白费的。而佛教不是这样讲，佛教你只要操纵我们的内在里面，那么就会改变外面。简单讲就是摆平你内在的世间所有的烦恼，除掉你自然而然的外境，就对你没有什么作用了，外境就没有什么作用啊！我慧力一天吃饭，我可以吃100块，我一天的生活我可以100块，我就过得很快乐，快乐无穷。有的人一天花2000块，这个是不算是很多。对，有的人一上酒家，金钱一丢就几万块，那还是过得不快乐，还酗酒啊 ，XO 拼命的喝，是不是？所以说。一个这个修行人，他的内心里面完全生活在一个智慧安详洒脱自在的这个心境里面，这外境几乎就是没有什么作用，没有什么作用。我一天吃三餐，我吃2餐也可以过，因为我吃1餐也可以过吧，只要饿不死就好嘛，这没什么嘛，一个躯壳，我反正我也不会为这个而烦恼，是不是啊？这因此啊，摆平的内在里面，你的所有的心都放在这个什么，都放在这个修行里面，你就不会，你就忘记外在的诱惑。因此所谓自然这种东西，就是说
你要越顺从他，你没有办法，你说我的劳力投资都是白费的。而佛教 不可以这样讲，而是讲因缘法，你肯你就有办法把它改变的， 你不肯你就随波逐流。所以能偏颇这个邪因缘无因缘两种法执，如果法从因缘生，生就必有灭，所以是无常啊，生灭相应，所以不是一，生就不是灭，所以灭当然就不讲生了。嗯，这个非一，那佛教讲的都是这样子啊，不生不灭，不来不去。有一次呢，我在讲这个心经啊，我讲心经里面的内容，讲这个不来也不去，那不来也不去，有个老菩萨，来听了好几天，也听了个，他有人他就不懂了什么意思，啊，还有听的时候讲不来，那不去，哎呦妈，下课的时候，老菩萨在那抱起个红包，把书顶了，顶了，然后老菩萨阿弥来听，就敢听哦。那听无，无来也无去，这么简单。人若得是人，伊唔来，我就忘记因家啊。哎呀，嘛哎嘛对啊。啊，都是啊，有影就无来，伊就唔去呀。哦，这嘛真牛，一旦做书才当讲出这款。嚯，我咧讲几多句啊你？下对下去，那差这么多啊！哦，阿伯我拢学呀，你唔来我就唔去啊，赶快！哎，所以说是志是相同，但是悟道的却不是这个道理啊，不赶快啊！这生灭相应，所以非一，非一就不自在呀、啊！啊，非一就不自在啊！不是一的话，就不能统合嘛，啊，不能为主嘛，所以必定是无我。啊，一定是无我嘛，生跟灭是互相敌对的嘛，正报既不是我，那么的依报当然不是我所有的咯。啊，所以要放下放下放下，所以这个高僧大德禅宗一直问你说，你什么地方放不下呀？你什么地方到时的时候你可以带得走啊？你不觉得你十年前一直在计较一点小事情的带给你十年前的烦恼，今天看你十年前你不是很幼稚吗？一样的，你把时间拉得很长，你今天的正勾心斗角计较，为了一点小钱，为了小事，怎么样子都放不下，哭泣委屈，那么十年后你看今天你也是过去的呀，还是过去呀，然后你的命中看你的今生今世所为，那也没有一样可以留得住啊。哎，慢慢的，如果你看不破，就把时间拉长一点去观想了，你就没有什么了。小孩子会一个为了一个棒棒糖哭泣啊，小学一二年级会为了一点点考试啊哭泣啊，啊有分数吗？对吧？初中高中啊，为了一点奖品啊奖状啊，也许会哭泣啊。到大学为了一个女朋友而哭泣了，那年纪大了，也许会为十万、二十万、一百万而哭泣啊。但是年纪慢慢大，慢慢大，慢慢大，这些惊险的、痛苦的，虽然不好，日子不好过，但还是要过啊，还是要过啊。你富有的时候曾经留下什么？你贫穷的时候又曾经留下什么？就算你很痛苦，他还是要过咯。所以说智慧才是真正的大财富。所以人家就问，师父你缺少什么？我不缺少什么。我帮你出出什么钱吗？那随喜，我没有意见。你需要我帮忙什么？我如果我的话我不需要，你的发心去帮忙整个僧团，整个佛教不是帮忙我，你要弄清楚啊，你是弄清楚啊，你帮忙整个佛教不是帮忙我，我拿你的钱做什么？那就建立道场都放到这个地方到山上呢，那我一个人睡几个房间还是一个榻榻米一样啊，还吃的是一点点东西啊，所有的钱不是在利益众生的做什么呢？对不对？所以说要弄清楚自己的对象啊，你是一个有钱人，那就不应该更不应该狂妄啊，更应该低声下气啊，
以法才是真正我们的财富的，那些你带不走的啦，只有法身慧命才是我们永恒的财富啊，要弄清楚啊。底下记言，不从实身等，按照唯识论，所以说言实则就是实善外道，把笔拿起来，实善就是寂节，实善外道就是我们所讲的寂节外道。那什么叫寂节外道呢？这一切皆从寂节而生。他看到这个草木啊，以及种种的等芽茎枝叶花覆果实荣枯萎翠等，皆因识变了。实虽不可见，观彼花实等啊，看到这个花开花谢，随节气转，不知有虚啊。随着这个季节的气啊而转气候，这个气是气候而转变，所以知道有时间，是看不到。由是既是时间，是一个永恒的一个时间，是一。那么万物为因，是涅槃因。这个是错误的。方者就是方论之，彼既从方生人，人生天地。什么方呢？就是这个宇宙，宇宙天地，无量无边的空间，就是方。方生人，从无尽的空间里面生人，就产生这个天地，灭后又入一方。所以方是一个常，无量无边的空间是一个常，是个一，万物是一，是涅槃的因，这个都是非因即因的外道，也就根本就不是涅槃因。大梵天就是韦陀论师，即那罗延天人生四境啊，为从彼的天际中啊度其天际度其的，对吧？生大圆法，上面有梵天祖翁。人都编一套故事，梵天祖翁为万物主，能做一切命无命物，以命跟无命物。如果从梵天的口出生，都比较高贵了，生婆罗门，两倍生刹帝利，刹帝利就是贵族了，皇宫贵族，婆罗门就是主持仪式的这些宗教家，叫做婆罗门呢。凡是修行人都可以叫做婆罗门呢。那么刹帝利，刹帝也就是所谓的贵族皇宫贵族大臣呢，两臂就是两腿呢，生毗舍，毗舍就是所谓的商人呐、啊，这一些一般的庶民呢、啊，两足就是脚下啊，两足啊，那脚下啊，那么就生首陀罗啊。这个翻译成中间的下贱种，下贱的人，意思就是比如说屠夫啦，杀猪杀鸭的，杀狗的啦，哦，现在这些倒是很赚钱的，这些倒是很赚钱的，啊，做人家的奴婢的啦，这个都是一个下贱种的，这是首陀罗。此与安图论师所记的相同，所以三界二十八天，啊。三界二十八天，那里面有两天是凡夫，五个天是圣人，只是二为凡，五为圣呢、啊，于通凡圣呢、啊。哪五天是圣呢？就是五不还天，是五不还天都在四禅，四禅有九天嘛，初禅三天，二禅三天，三禅三天，四禅有九天嘛，所以三圣的三果的圣人呢、啊，啊，都是五不还天。然后说为阿拉罕，阿拉罕就是三国的圣人啊，居者二为凡，哪里是凡夫呢？啊，就前面所知的大自在天是凡夫，以及是凡梵天，所以印度啊什么梵文巴利文，梵文巴利文，这样他们的声音叫梵音，你听过吧？梵音，他就是说以为印度人就是梵天的后代，大梵天的后代，自己自命不凡。但是印度其实最脏的国家，啊，印度的牛啊，在路上的走，那就路上的走，那、啊、诸外道人忘记啊，希望的时候，这个是诸法的因，啊，以上是啊这个大梵天外道，底下另外一个外道，这是极为的外道，这是陆家也外道。这陆家外道是顺势外道，
就是顺势顺势的意思，就是世间人怎么讲，让你比较了解，顺从世间人的讲法啊。彼等彼位一切的色心等法，色法跟心法都是用什么？都是用四大即为为因，四大即为又有外道执着，地水火风是实在是长的，实实在在有一个地水火风，能生出世，能生出世。哎，可是在大圣的佛法里面讲，地水火风都是缘起自性本空。分析到最后，只有意识形态，只有业力业识。分析到最后，只有业识业现。再来，虚空外道叫做口力论识，彼气别有一法，是常识一人生诸法。所谓从空生风，哎，空中生风，风生火啊，风生火。那么火生水，水生动，兼作地，哎。坚就是硬的，坐地，地生五谷，五谷生命，命末还归空，生命结束了就末，命末还归空，所以空是万物的因，是涅槃的因，这是外道的虚空外道。再来一个神魔外道，就是数论师，他们执着一个神魔，如果神魔无福，没有捆绑，也没有所谓解脱。福多以为自性，记住，这个自性不是我们所讲的自性，你要弄清楚。然后那个自性就是建立在无明，以下一个解释就知道，他的自性根本就是无明。我若有失，求见自性，自性三德何故？那三德也不是我们所讲的。啊，般若德、解脱德等等。我若有事，就是我动一个念头，要求见自性，哎，自性就会显现出来。以三德何故？这三德不是后面就讲，啊，后面就讲，不是我们所讲的三德，哎，就是变二十三法为我所用，我即被束缚，不得解脱。我若不是，我如果无所求，也不求也不得，自性就会存在，不变诸法，我就会解脱。所以立自性为生死的因，变成这个本性，这个自性有一个生死，那由这个放下就是解脱的因，就是涅槃的因，所以变成一个根本，一个起点。那言三德，我们刚刚所讲的什么叫三德，就是萨埵、赤蛇、达摩。萨埵翻译中就是勇，勇敢的勇啊；赤蛇翻译中叫做沉；达摩翻译中叫做暗。为什么叫引勇呢？就是内心里面存在的一切精进的心态。沉就是说具足了一切外境，而且也感染了我们内心里面。暗就是说存在一种不可解开的一种内心里面的病，比如说我们的贪嗔痴。所以勇就是精进的追求，就是我们等于我们的贪心一样，就是佛教讲的贪啊。那么禅，因为这个境界会引起内心里面的不平衡，接近我们佛教讲的嗔。这个暗呢，就是没有智慧，接近我们佛教所讲的愚痴。所以他把这个永存暗，实在就是我们所讲的贪嗔痴，就是我们佛教讲的贪嗔痴，而他建立的这种思想。所以祸和何翻黄赤黑，哦，永萨埵翻成永也翻成黄，赤蛇翻成沉也翻成赤，那达摩翻成暗也翻成黑。所以说这个黄赤黑也是上面的三个，十分明照昧也是三个，也是三个，明照昧。那明就是我们所讲的啊，一种对外境的一种追求啊，照浮躁是吧？内心里面定不下来，昧迷迷糊糊的。所以整体底体而言，就是整体来言，也就是我们佛教讲的贪嗔痴。比执着这个自性三德，我们刚刚讲的。永成暗黄赤黑明照昧，
这自性三德，自性也就是第一明出自性也。所以言二十三法则，从明出生自大，从明出称生出世间的一个具认为是所谓的智慧，他们讲的智慧就是我们所讲的我法二执的，对吧？所以明出是一，自大是二，开始要编号了。是自大生我心，这是第三。他总共二十三法嘛，外道的二十三法，这是第三。一名我执，我心就一名我执。自从我心生五为，哪五为呢？身是写四，触就写五，色写六，味写七，再来香就写八，就四五六七八编号到八号，那就是二十三法里面已经讲八了。是从五为生五大，再来就是空编号是九，风是十，水十一，火十二，地十三。是从五大生十一根，前面的五支根，那就是耳鼻舌眼舌身，耳身眼舌鼻，耳是十五，身十六，不，耳是十四，十四，身十五，眼十六，舌十七，鼻十八，语就是我们讲话的语言，是坐是五座根，五座根就是面临外在的啦，五座根就是运作我们的身跟口意啊，语就是我们的语言。十就是二十，不行路二十一，气二十二，除一下啊，他怕大家不懂，所以要解释了一段，就是手口足以及二便道啊，小便道跟大便道能作业故，能作业故，后一心平等根，最后一个是平等根，乃至若团心就是一根。再来本际外道，什么叫本际外道？就安国论师所记的，以为世界最初只有大水，有一个安住出生，安住形同鸡卵，心就给人家呢，周匝金色，实属破为两段呢。他没有说这鸡蛋以前又是什么，那大水，那大水，世界最初是大水，那大水以前是什么？大水以前是什么？佛教讲的无始无终，为什么？只要你不清醒，你就会假设一个名词出来迷惑自己。假设你不清醒，这是意思，就是你不觉悟，这声音太小了。假设你不觉悟，你就会假设一个时间出来困扰自己，很简单嘛。你说他这个一开始从水来，大水，那水以前是什么？所以就换了一个无穷之过，这俱舍论里面讲的，俱舍论里面讲的啊，菩提道次第广论也谈到有无穷之过。为什么？那无明是无根的东西，你怎么样推论都没有办法去推论一个开始的。因为人类的智慧有限，所以我们无法了解天地万物的这个真相，所以我们不得不假设 in case 假设有一个上帝。为什么？没有办法解释嘛，没有办法，实在是没有办法解释这个天地万物的这个道理，那只好把一个上帝摆起来，反正不懂得偷推给上帝，这好办事啊，好办。所以释迦牟尼佛说，人因为智慧有限，所以不得不假设一个起点，这个假设的起点也是错误的无明，很了不起啊，也是假设的啊。如果你硬要一直推着一个追根究底的，释迦牟尼佛说无了，因为你是一个无明的众生，你根本不明了本性，你推的到最后还是无明，无明的推演还是无明。如果明心见性的，就发现没有一个开始，也没有一个终点，所以无始无终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不会假设一个开始，就不可能有终点。我们现在讨论的一个没有假设一个起始点跟终点，那以为哇有一个无量无边，无量无边的观念也不对。无量无边是对有量有边讲的，那你是不得不你要破除这个有量有边的外道神魔，所以我们讲一个无量无边的思想破除。你讲无量无边也不对。
为什么？法如是，本来如是，一切法不可得的东西常自即灭，清清净净，清净本然。悟道的人他就是这样的东西，你硬要说他什么通通不对，也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，无一法可得的东西，你怎么样都是假设的。所以佛说我们人类最大的痛苦就是因为无明，因为我们无明，所以假设了很多东西，一直困扰着自己。对，我们生活就是一种假设的困扰。生命如果没有大彻大悟，你就永远生活在你的假设。假设就是鸟笼，魂焦毒啊，归海，你的假设就束缚你自己。为什么你不觉悟？你没有办法，你除了用假设以外，你能怎么样？释迦牟尼佛讲：“如实知，如实见，是谓觉者。”要实实在在的见到，实实在在的知，那才是一个圣人。我们不是假设人家怎么样，假设我们一天到晚就用假设困扰自己的。如果我的话，我不需要假设，你做你的，我做我的，你的因果你负，我做我的因果我负。为什么假设？假设的最大困扰就会产生疑心病，疑心病怀疑。对，所以我们你宁愿不要假设人家。为什么？你假设你就会猜想他，哎，那是这几天不来的，可能都有成见哦。有一天在路上啊，看到我这个不跟我打招呼，那也没有想到人家近视眼，没有想到人家斗鸡眼，对不对？就像今天那个老法师讲的，孟山老法师讲，这是高山，对不对？这走路都是看前面的三步。我们这讲台有好几个是看到前面三步的，因为近视眼都已经1000多度了，也只能看前面的三步，是不是？你跟他讲，哎，他看不到，那眼镜拿起来。所以说，不要做种种假设，不要困扰自己。生命没有很长的时间，也不需要你去做假设。如实知，如实见，所以你要告诉说，师父怎么修行？这个多少人来告诉，一直问我师父怎么修行？我已经重复的告诉你，放下就叫做修行。放不下，你再继续问下去。如果我告诉你放下，你现在马上放得下，就不要问下去。如果你放不下，也不要问下去。为什么？你懂我意思吧？你怎么问你都放不下，因为你永远在重复里面，重复 repeat 都是重复。我已经叫你放下就是修行，你再怎么问我还是叫你这句，你就放下就是修行。没有谁给你困扰的，你直下承担你一切的因缘果报，欢喜的接受它，对不对？所以学佛的人日子好过了，比你中爱国奖金那这个股票涨停板那哪来的好过了？有钱的人过得苦恼无量啊，土地很多啊，也很多啊，是不是啊？那亲戚很多啊，有钱轿车什么都有。哎呀，不如佛教里面一句话，这《金刚经》里面讲的，有四季季为人解说者，其福甚彼呀、啊！如果有人用这个身体呀、啊，遍满三千大千世界，布施了无量无边的众生的福报，那多不多？其福宁为多佛啊，多甚多世尊呢、啊？那释迦牟尼佛说，不如有一个人以《金刚经》四句话，为人解说，让人家明心见性，彻底的觉悟自己，其福甚彼。为什么？那是世人天的福啊，那这个是本来的面目，无量无边的财富都是本性的东西嘛，本来就具足嘛。六祖慧能大师说，何其自信本来具足。为什么？我先讲个例子，很简单，我这一念放得下，我就没有恨，我就具足了慈悲。我这一念放得下，我就没有贪心，我就记住了施舍。我这一念放得下，我就记住了欢喜心。真的，何其自信，什么是我们的本性？本质具足。你只要什么都放得下，你什么通通有啊，是啊。是有一个人，一个老比丘，他修了几十年，没有什么消息，他来，哎，来跟我顶礼，我吓一跳。
我吓一跳，他说老法师，那你怎么这样子跟我顶礼呢？他说哎呀你老，哎，这是我老婆，我老是真叫我会老，真的很糟糕，现在佛教界都叫我会老呢。哎，他说你老开始叫我，我今天是专程呢，我在台东里面呢住茅房，希望你能够啊，能够这个来跟我说法。哎，我说老法师，你出家几年呢？他说我出家已经35年了。我说那你得到什么？他说什么都没有。我说那是谦虚还是圣者？他说也不是谦虚也不是圣者，事实就是什么都不知道。我说说法者无法可说，求法者无法可求，你本质具足的东西不需要来找我，你就有了，不需要这么远的。哎，他好像有所悟，好像有所悟。哎，他说那这样我晓得了，哎，又晓得了。对吧，你本来就有的东西，你跑那么远来干什么？何必坐车来？打个电话来不就好了吗？电话不必打，为什么？也是多余的。对，你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就是佛的东西，佛的东西就是我的东西，我的东西就是你的东西，大家通通有的东西啊，只是你不觉悟，开采不起来而已吧，盖住为烦恼。对，因此啊，师父讲这一份就告诉你佛法的可贵之处啊，才不会像世间人的困扰，一个小事情搞得个昏乌烟瘴气、昏头转向的，别人的烦恼也拿来自己在困扰自己，真是愚痴到家。哎，所以说我们的生命的定义就是干扰，干扰为什么？受到外面的干扰，明明不是他的事情，他也替别人烦恼。你想想看，诸位同学，你冷静想想看，我们的一生一世浪费在替别人烦恼的时间有多少多少？你冷静想想看，为别人不必要的是非，为别人不必要的困扰，那根本不关你的事情，你困扰什么？底下是世俗破为两段，上段为天，下段为地，终身一个大梵天，能受一切命无命无。是故天为万物因呢，你反应师徒言混沌出分呢，盘古立世大帅，同时大概就是这一类讲的。欢恨即佛，欢恨顾名思义就是一阶起行，行必有观嘛，所以我们现在要讲开始讲观了。我们说哦，这个理即佛，名字即佛，现在要讲三藏教的欢恨即佛。那观什么呢？观有浅有深啊，是吧？有别有同啊，啊，所以说第一个五庭心观。什么叫五庭心观？当你观照内在，用这五种去观照，你就会停止妄想，就是五庭心。五种观照会让你停止妄想，叫做五庭心。别相念，也就是说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。诸位你翻开88页，别相念，88页别相念。别相念者，以观身不净，观受是苦，观心无常，观法无我，对吧？什么叫总相念呢？总相念就是说观身受心法同时是不净，就是总相念，同时是苦，同时是无常，同时是无我，所以这个交织起来都叫做总相念。观身不净，观身是苦，观身无常，观身 无我，对，观受也是不净，也是苦，也是无常，也是无我。观心也是不净，也是苦，也是无常，也是无我。观法也是不净，是苦，是无常，是无我。看你怎么观，你要总和上面的，结合下面的一句，或者总和下面的四句，结合上面的一句。总和上面的四句就是观身、观受、观心、观法，就是不净。如果总和下面的四句，就观身不净，是苦，无常，无我。看你总是连接上面，或者是连接下面的。都叫做总相念。好，翻回来
叫做外凡之良位。什么叫做外凡啊？里外凡夫啊，啊，心行里外，就是你对接还没有接近圣道叫做外，身是有漏的嘛，就是外凡位。哎，所以说要超越这个三界，又叫做知良。知良位就是准备的意思，就像如果你要去烤肉啊、郊游啊，你要先准备一些材料啊，是不是啊？啊，也就是知良位，先准备的意思。五听心，多贪众生不净观。如果你没有办法断掉这个欲望，金钱也好了，男女也好，而这里是专指淫欲，这里是专指淫欲跟饮食两种。我们贪这两种力量最强，也就是这个吃，是吧？为了这个吃，为了一个肉体躯壳假的东西，那么一直追求来吃啊，山珍海味啊，拼命的杀生啊，拼命的这个这个造业，是吧？多贪不净观，看看呢、啊，我们拉出来的啦，一条条的黄金呢、啊，气味无穷啊，就是啊，一天如果没有洗澡的话，那么人就会发臭了，人一死的时候啊，就更臭了。所以这个贪呢、啊，我们要关照一下。好，如果这个男女这个突不破这个男女色这个淫欲不容易断。我们冷静想想看呐、啊，如果你看到这个俊男呢、啊，你想想看，这车祸的当场啊，那个撞到啊，死亡啊，或者是这个血肉模糊啊，或者如果说你看到这个女孩子她很漂亮，那么实在没有办法，想想她的身体流露出来的东西的，如果是断不了，那也是你的业障，那就要多下一点功夫喽。菩萨你有没有的境界都能够解脱。凡夫了，尽量远离，啊，尽量远离，只有这样子，也不然没有办法。甚至呢，有跟没有的都没有什么作用呢。啊，多贪众生不净观，第二叫做多嗔众生慈悲观。什么叫慈悲观呢？观想啊，他是我前世的父母喽，我们应该对他很慈悲喽。啊，如果你一直恨众生呢、啊，你为什么不把它改变感恩？感恩，同学们稍微转一个念头，当你很气愤、很气愤、很不满对方，或者是对方的行为很不耻的时候，你内心里面就这样想：感恩，为什么感恩？他造这个业来成就我的忍辱，让我有更进一次的学习。我来找这个机会都找不到，那么他实现的没有关系。对，这个嗔恨慢慢的洗，嗔恨慢慢的洗，把它当作前世的父母、自己兄弟姊妹，哎，同体大悲嘛，慢慢的体会这个同体大悲是什么。伤害到他，就是等于伤害到我。那么他心间生活还在无知、愚痴当中，我们要宽恕他。其实宽恕就是给自己好过日子。你宽恕他，你日子就好过了。得到利益还是自己。一个你想想看，一个心中无恨的人是何等的境界啊！就像《维摩诘经》《维摩诘经》里面讲的，善恶一门啊，一如啊，善跟恶同属平等，没有作用。不二法门呢、啊？不恶法门，圣人就是善恶。没有作用，对他没有作用。所以嗔恨呢，要多关照，慈悲观。第三，多善众生速息观，多善就心定不下来，心定不下来，浮躁的意思。那速息就是数这个数目字，从一数到十，从十倒回来数到一。那重复。第四，愚痴众生的因缘观。愚痴就是没有智慧的，这个要记住这一句话，愚痴众生之因缘观
最重要这个愚痴是专门指执着很深的众生，放不下的众生叫做愚痴，什么事情都想要求助于别人，都不想自己解脱，叫做这个叫做愚痴。所以愚，所谓愚痴就是这个执强烈的无法二执，对人生观宇宙观都强烈的认为是真实性的东西，不晓得它是原生无性的，所以这个叫做愚痴众生因缘观。第五，多障众生念佛观呢，啊，那么这个容易啦，为什么大家都了解，今天我们是修净土法门的，每一个众生一天到大家都在念佛，以此无法为方便调停其心呢，令堪修念处啊，故名停心。所以啊，调停那方便的调伏他的心，令堪修念处啊，故名停心也。那么这一段也蛮长的，也非常长啊，85页小字的第一行，即住云，停就是止住。那么修持无法，止住五种过患，心者有四种，一个是草木熏啊，一个是肉团心，第三个是积聚精要啊，第四个就是律之心。现在我所讲的是律之心，住停心通于四教。那么具如是念处所讲的，所以啊，妙玄这本书以对五品禅门叫做五门禅，五门禅就是五停心啊。那么它的道理包括了大圣小圣，那就是一该大小，就是它的道理包括了大圣小圣，通凡通圣啊，菩萨等修。现在是三藏声闻住道也，三藏声闻住道也，贪等是境界，不净是观，叫你观这个不清净，对这个贪的境界啊，放下。四教仪里面说，心既然调停，乃可习观犹如密室之灯呢，心入道根本不会超过这五种，或者是五停心观只从会啊，根据智慧，或者是五门禅是从定啊，定会调适，所以名这个停心。即注意六世的妄心一瞬情上引起不厌呢，所以是多贪。我们这个众生啊，一放出去的这个追求，那收不回来，收不回来。你看那个，你说喝酒的人，你叫他要断这个酒啊，就是等于要他的命。喝酒要断掉，那实在是难啊。一个是赌博，赌博你除了邪佛，他有智慧关照。如果一个凡夫俗子说已经在结婚以前有染上赌博的习惯，那这结婚后说他可以改掉，那真的是不可思议。所以我们这个妄想心易放难收，很难很难，非常非常难。禅门第四名三种贪，第一个叫外贪，外贪男女身份呢互相贪着，啊，用酒想观止，用酒想观止，观他身九种观想，比如这个啊，降胖，轻瘀坏血涂慢浓慢虫淡散白骨烧，这个以前我们都讲过好几次了。第二个内外贪，
对自己的身体起贪爱，用八倍舍，八倍舍。那八倍舍我们那一天也讲过八倍舍的对治啊。第三，骗一切处，骗一切处贪，是资生五成等过资生，就是说维持我们生命的这些外来的五成，维持我们生命的五成。大用大不净观之，就所谓的八圣处了。那么分析上面四种，一个显色，就是你看到这个外在的境界，你会贪的，用显，一个明显的，那就是比如说青黄赤白黑呀、啊，啊，那么慢慢的去观照它，就轻与小，你看到了这些外境，哎、啊，都把它变成那个青一色不好。人死的时候，那个脸呢、啊，哎、啊，肿大，所以如果火化的话，这个比较不那么刺激啊。如果一个人的尸体留了三个月啊，或者半年，再打开这个棺木啊，那这个就很刺激，很刺激。人的尸体没有烂呐、啊，眼睛没有烂呐、啊，那一看的话就不得了了，很快就会大彻大悟啊。第二叫形色，你看到的长跟短的都做幻想，有一天总是会衰。第三妙处想，自己或者别人的身上，如果你觉得细软光泽，你观想他全身都长虫，都长虫。这个如果看过这个很多的这个恐怖片的啊、哦，那这个就很多恐怖片的。不过呢，看到恐怖片的中午就睡不着，那会呕吐，他会呕吐，他不晓得去哪里拿那个虫来拍片的。哦，那看的是，以前呢，我很喜欢吃这个鸡腿哈。那么因为家里穷啊，很少吃到这个鸡腿，那对这个鸡腿比较嗜好。有一次呢，看这个电影啊，有个巫婆啊，她会念咒，念的，好的东西就会变坏了。那有一次啊，有一个人呢、啊，他拍摄巫婆把那冰箱里面东西念，那个男人呢、啊，不晓得男主角不晓得拿出来的那个鸡腿，哦，刚好是我最喜欢的，然后拿起来要咬下去，哦，电影里面尖叫一声，那整只鸡腿里面都是厕所里面的虫，啊，等下三个月都唔敢食，到底四个月嘛是个食，有没有？哎。哦，那看来哦，那个鸡，整只鸡的那个都是虫，那不晓怎么拍片的啊。然后他吃那个面的时候，那个面就长长的躲过那那种虫啊。哦，一想到那个面，那个电影里面那个面，那个舍来舍去啊，那个面都不敢吃啊。所以我如果做不净观，我会饿死，万恶习啊。我在蔡英法师那个地方啊，修这个不净观的整整三天都没有办法吃。没有办法，因为我这个思想很敏感呐、啊，一观想就没有办法啊，归啊，农之欧王，所以我这个还是比较喜欢清净观，观想啊，莲花啊，站在莲花了、啊、放光啊，全身都是光明的、啊，我比较喜欢修这个法，佛像啊，很庄严的、啊，我比较不喜欢那种不清净的那个观照，不清净的观照这是很痛苦。啊，这是我个人的根气啊，我比较喜欢清净的观照啊，做从想，从想。第四个叫供养，这供养大部分是专对修行人讲的，以及是子承示意啊，用实想示。说子承示意的意思就是说，他们的供养很合我们的意思。这个示意就是说，哦，一年365天都很合我们的意思。很顺从我们，示意就是顺从的意思啊。这个在家信徒啊，供养我们，我们一直觉得说，哎，我们很有修行哦。
那变成一种贪就不可以。有一天呢，我们要使用思想对治，持世望大论六种，就是这四种观想对大智度论的六种，那还缺少了人相、音声、那么姿态等等，又不见光跟四念处观身有异呀、啊，啊，以念处观身有异一正住不同，啊，那彼啊，彼就是大智度论，彼是正，那这里是帮助的。二自他境别，彼观自身，大智度论是观自己的身。那么这里是观别人的色身。三假实观义，那大智论是观实界如实界，那这是假想观，假想观。上面呢那一大段都是讲贪，底下这一大段都是讲嗔，都是讲嗔，多嗔众生呢慈悲观，嗔。那这个大家都有的，我可以告诉诸位，我如果今天没有学佛来出家，单单这个发脾气这个嗔就会困扰我一直到死亡。我这个人的脾气也坏死了啊，我承认。那么没有办法，也是这个从小无量义劫来的，可能住持啊做习惯了，很少做这个住咖啊，这个领导人领导习惯了，就好像是说你这种个性，我从小就是这种个性，但是我有一个了不起的个性，就是我很尊重人家，我的发脾气就是功力，他破坏整个团体，我这个人的生气动怒，那个人就很严重，愚痴到极点，平常我不跟你计较的，一年365天你不可能看到我在发脾气生气的，那不太可能的。他说你这个人实在是太愚痴了，你伤害别人不尊重人家的自尊，那你就麻烦大了。所以说这个嗔啊，我也是尽量在改，尽量在改。记住，以为前敬上，为前的意思就是说不顺从你的时候的愤恨不已，愤恨不已 啊这个夫妻里面会斗嘴的就随时都会看得到。你用多嗔，佛令修慈悲观也对治他。而如果按照禅门第四个一通大圣境那么观有三种通往大圣的道理啊，这个嗔的境界有三种，非理称，没有道理的称称，什么夫妻称心不问可否，非理称，听到什么你搞不清楚状况，也不查明真相就发大脾气，也不问可否，就是也不征求人家，说你让他讲讲道理啊，你就先听他解释吗？对，我们的非理智就是不听人家解释，你也搞不自己也搞不清楚状况是什么，无理的发脾气，修众生原则，意思就是一切众生如自己的眷属。第二呢，顺理称啊，人家实在难难我，我有道理的，我有道理的，我发脾气是有道理的，意思就是拿一个理由来生气，我们现在连那个理由都不需要，就是顺理称，顺理称简单讲就是我有道理发脾气，简单点就是这样，人实在是来当我，修法缘时见一切法都是缘生缘灭的，也不需要跟他计较。第三就争论称，执着自己所看的是对的，为别以为别人所做的就是不对的，为他说行为是不对的，这个争论称是为什么？把笔拿起来，叫做先入为主，听片面之词，这个就是最大。所有的争论，争论称为什么争？就是八个字：先入为主，
认为自己所学的是对的。还有一种叫道听途说，听片面之词，没有功用。他跟我很好，他是我妹妹，他讲的就一定对。他是我的信徒，他讲的就对。他是我师父，他讲的就对。那要用一点智慧，这个就是用感情啊，这当然一定争论的嘛。修无言辞，人说一体呀、啊，词就是无言。现在的小圣住观，当比第一众生原始，就是七周行舍啊。什么叫七周？周就是骗一切处，到哪里都可以用这七种观照，使他的心里产生慈悲境界，不出七种。先讲轻，然后讲冤，从容易一直到难啊，顺心成观了。哪一种清净，哪一种境界呢？所以第一个上亲，所以上亲就是父母啦、师长啦，我们最亲最亲最敬爱的人，我们要慈悲啊，关照。哎，再来中亲，关照一切的中亲，一切的众生啊，如同自己的兄弟姊妹，跟你有缘的众生。第三，跟你很疏远的众生，你虽然不认识他，但是以朋友知识来给他关照。这个声音太小了，这讲起来很吃力的。那是朋友知识。第四，中人，中就是平平的，哎，也不伤害我，我也不伤害他，无冤亲可论。第五，下冤，害我下亲者。什么叫害我下亲者？就是害我的朋友啊，害我的这个旁边的这些不认识的人啊，哎，大家知道害我下亲，我们给他关照。你下怨啊，下等的冤，就是表示不是很严重了啊。第六，中冤，也害我中亲的，比如说害我的兄弟啊、姊妹啊，啊，其上冤，害我的上亲，害我的父母啦、师长啦等等，这七种境界，第一给他三品的乐，哪三品的？第一上品的，也就是给他三禅的快乐，乐中最胜就是三禅天。所以是三禅天，就是娑婆世界的极乐世界。二中品的，给他世事的供养，饮食啊、卧具啊、医药啊、衣服啊，啊，以诚得故。第三下品的，与精行处，精行就是修行，提供他一个修行的地方，自己用功，以是三乐，以彼七境，境境都是三乐。使他冤亲无见，一破嗔障，而以众生贵得乐也。往如其住，须着往见。那其住里面有盘，如果需要的话，自己去查。再来，以上是坦堪而称。接着这一段是讲多善的众生。什么叫多善呢？攀缘失利，与定相违。攀缘大部分的人都是好大喜功的人，好大喜功的人，这个攀缘心要是不断的、啊、很麻烦的、啊、刚出家的人这个攀缘心不断，道场就住不下来。这个在家居士攀缘心不断，一天到晚就乱跑，
他不会固定一个道场，他不会固定一个道场。哎、这有时候法师这样讲啊，会给人家误会的。如果我们这样讲，他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要好好找一个善知识啊，一个道场啊，就稳定就好，不要乱跑。”哎，有的人他会误会。哎，慧远法师讲的呢，但是道场文殊讲他去就好了，别的道场都不要去了。我没有这样讲。我没有这样讲的，是不是啊？你到哪个道场不关我的事情，十方来十方去嘛，本来不来也没有去嘛，对吧？也是说告诉你说，如果我们真的要修行，最好不要浪费生命跑来跑去啊，要不然你们说你们参游览车坐去到那边参回来，你说你得到什么？你冷静想想看，你这样跑了那么多道场，你得到什么？当然也不能一切缘都讲做攀缘，也可以解释说结善缘。所以有的人问说，师父攀缘是好还是不好？有的人问说，师父那个攀缘是好还是不好？那这个很难讲了、你是用什么心呢？你是用什么心？你用结善缘的心、求法的心，那就对了喽。那么如果说你是一个求名求利，那就不好的喽。攀缘失利，与定相违，所以故名为善。其有四相，指观音有身就是风，手之之善，手之之善，那么节制就是起手之之节，出入不进就是传，那传啊，出入不进的传，手之真的啊，是吧？那么不生不自不出寂静就是习，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有呼吸达到有声音呢、这个变成有一种风了，如果你把它定下来就变成心会散乱，接制就是气，我们这个气都不能凝结起来把它守住，那变成结气啊，那人家说我还不准归刚都不准啊，啊，安尼啊，为孙，安尼啊，为孙，啊，头张是洗好拢无落，啊，不准，不准，这气出入不进就是喘，出入不进，就出入不进，喘，手指真老，很累的意思。那么这个呼吸啊，要是没有声音。又不节气，出入寂静，这个叫习，手之之定。所以啊，不急不缓，因此唱功啊，不准我们跑步的人，不准我们跑步的人。我们的那个打佛器，他也不让我们跑步了，这样他不让我们跑步的。唱功走路他很有威仪，也不能快，也不可以太慢，不可以太慢。所以说，但是成功的心都很定很定的这个地方，不准叫你走得很快，走得很快。有一次啊，有一个出家众啊走路啊像怕过这样子走过去，成功跟我讲，你看像这样的走路啊，就知道不会成大器，连个稳重度都没有。沉大气，这样走路一板一眼的啦，这样稳重啊！哦，他很注重这个，很注重这个。数则从一到十不多不少，念心不善。从一到十也不多也不少，念心不善。次第常能有四施，把笔拿起来，四施就是。四种方法啊，这个师不是师父的意思，只是方法的意思。
第一种方法属这个出息出去的，吸进来啊，吐出去，不急不胀，不急不胀，不急不胀，身之轻力容易入这个三昧。第二是呢，第二种方法属入息啊，吸属这个吸进去，不属吐出来，所以说不是属出就是属入嘛，对不对？以前我就跟你讲过了，不可以出入都属嘛，不可以了。数习念念的第三种方法，出入无在啊，方便而已。唱功就是依照这个